日职打五棒不加王伯荣续战乐天重返三番日本北海。到火腿24日在札幌巨蛋与乐天进行三连战第二战，王伯荣前一场打第五棒4-0，此战重返熟悉的第三棒单任指定打击，有望与宋家豪对决。王伯荣加入火腿后主要打第五棒，但上周共出赛5场，重拾过往在中职的第三棒，火力大爆发，累积1轰7安4打点和1场猛打赏，打击率高达50%。昨天重返主场，火腿安排王伯荣再回到第五棒，镇守左外野，4打数5安打，吞2K。近3战12打数仅有1安打，打击率降至0.272。乐天中场靠惠勒泽洛斯惠勒制胜3分炮，以4-1击败火腿。火腿今天则把王伯荣放回熟悉的第三棒，由洋投李奎兹、布莱恩罗德里格再挂帅先发。乐天则推福井优也应战。乐天台湾投手宋家豪今年站稳牛棚，连续9场未失分，连8场中继成功，与火腿攻击上升并列洋联最多，防御率仅 0.93。 昨天并未出赛，今天有望与王伯荣对决。王伯荣近期打击不理想，在太平洋联盟排名13，但目前22支安打1.2分打点，在日职新洋炮排名第一，炮火依旧值得期待。